我在金公公这边是高丽大学的一个正门右边的一个菜市场那里的一个3楼的房子，这个房子挺大的，朝南呀，就是书桌，看吧，这个朝南，还有朝南的房子，房子挺大，还有这个分离式呀，厨房分离式，卫生间的分离啊，这种房子真的很小的，价格挺便宜。卫生间看一下，卫生间也是小窗口。分离式这种，还有这里一个是阳台呀，阳台有东西放的，阳台也有，洗衣机在这里边有。那么这个房这样分起来就是一个完全分的，看到了吗？这样也分的完全厨房分离式的。我估计这个房子性价比很高的。我说金公公，你们快点过来搞定这个房子。